来了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等到了大河的签证。这个中介公司直接叫了一个 Grab， 然后半个多小时就送来了。现在我们付钱就十来块钱吧。来了，终于我的签证来了。大河的签证，我们到楼上去看吧，好吗？这个一楼因为对面在盖房子，所以比较吵。看你像不？嗯，打开看一看。哎，他这跟一本书一样啊？不是，他这接放在我的护照呀。对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中国的签证就是这样的，直接在你护照上面盖章的，对，方便一些。他还给我们。对，这些是照片，哇塞，没用完的。这里。对。当当当当当。这是签证页啊。对对对对，河内。这个马。哎，我的名字被换了，被反着了。反正你问他，他说没事啊，是吗？直接说是，正常的就反着，但是为什么这样呢？我还以为是，正常的，然后这个就是合法结婚证。这个叫结婚证的翻译和公证，懂吗？就是把它翻译成中文，然后加上公证，对。这样的话，因为有中文的话，公证之后，这样的话，在中国我们给阿和办续签的话，就他们就看这个资料就行了。因为他这个结婚证全是越南语，中国人我们看不懂嘛，所以把它翻译完，然后做个公证。这个是我们结婚证原件，也比较简单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我们总共做这个和这个护照一起6兆多呀？8兆。5兆了，对，后面又转3兆，对对对，8兆，对，一起发了8兆，也好贵呀，对，也是等了有一些天了，十几天。看这个是什么？这大使馆做公证，代表这个资料是就是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这是越南中国驻越南大使馆，对。阿和有什么好的事情赶紧就先给妈妈说一下，是吗？对呀，这人太快了。你要马上这个拿去去，我就拍这个脸。行，拍完我们等一下就要去银行了，因为我们回中国的话，越南的手机有两个手机号就是我们不用了，只保留一个手机号，去银行处理一下阿和银行卡的问题。诶，这个他怎么盖在这边，这里还有很多位置他不盖。阿和，签证页只有一页，只盖 一张就行了，这些后面你要再去中国或去其他的国家会盖，知道吗？啊，这样啊。对，盖完了这个护照就要换新的了，明白吗？啊，这样啊。对，你阿和没有经验。离着我一个月去一个国家，那这个就没了。对，没了。你一个月去可以啊，对啊，旅游就是这样，那你就可以申请换新的嘛，只要这个、啊、这些没有了就可以换新的。对，因为一个现在不是10年才到期吗？10年，所以很长呀，我还有很长。你也是跟这个有关呀，这个用完就可以换，或者时间到期也可以换嘛。这不叫、哎、这叫护照。我觉得我的一生去不完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刚刚回来了，还买了一些草莓。这个是草莓鱼。现在我发现是草莓刚刚出来的季节，我们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卖草莓的，是不是？是，一车一车的。草莓越南种在蒙州，也是跟我家山上面的，我们家种很多。他那边是专门种草莓的哈。阿和喜欢吃这个草莓吗？喜欢呀，我在家也种这个呀，但是没那么大这样。人家专业种的嘛。对，专业种就很大。
今天我们刚去银行把以前的手机号就是换保了，换了一个新的手机号，然后就是也是准备回中国了嘛，所以只留一张越南手机卡就行了。对，我们现在是一直在等一个卖家的人来嘛，但是他太忙了，然后我们大概这个月4号他才能到，然后就5号才能签合同，那么就我们呢签合同呢还要等1周或者2周后。公司中介的公司办好，我们可能回中国嘛，所以时间的话还是1周2周后才办好的。现在还不确定，要等他来之后签完合同，然后中介公司会，会安排，到时候我们看看情况，看中介公司怎么说吧。嗯，是。嗯。怎么洗？就洗干净就行。但是这个不能太用力啊，洗这个我怕它被皮肤打碎。看你草莓挺大的。对。看起来很好吃呀，等一下我试一下这种在蒙州好不好吃。上一次我们买吃它是拉拉的都被每个地方都可能不一样。在中国买这个贵吗？卖贵吗？这个价格贵。我买这个是90块越南盾。90块越南盾就这么多是吗？对，就这么多是90块。贵吗？90块是多少人民币？20多块钱，将近30块钱了。也是价格有点贵啊。对。不便宜的这东西。有便宜有贵的，这个可能算是中介的价格了。嗯，来，我们再试一下。哎，先放这里。水你都拿上去了。对。我还想用我们喝的水洗过一下。我看它，这里的水不干净。走吧，上去吧，直接吃就行了。好吃吗？真好吃。蒙州的，这个草莓。草莓，我没有记得。这真好吃呀。酸酸甜甜的，是吗？嗯。还没听见很甜。很甜啊。看起来也很漂亮。嗯，真好吃。多吃一点啊。嗯，我拍一个照。